看这个前面卧火车了，这边就是挨着铁道啊。这小区我看叫什么名字啊？圣，换那字儿不认识，圣号北苑嘛，一个白一个高，那个是念号吗？回去查一下啊。这边挨着火车太近了哈，直接就看火车看得特别真，特别真真切，真真的。这火车就在你的旁边走啊。身边走啊，有意思啊。你说他这个，这应该也属于集装箱吧？这种集装箱是不是跟那海运的集装箱，它那个尺寸大小都差不多啊？不然的话，如果尺寸不一样，你放这个火车这托盘上面放不了吧？啊，这火车挺长的。现在在哪儿啊？就在这个偏关北路上。偏关北路，偏关北路看火车，有意思。啊。这边有超市，超市我们是不是拿点东西？走吧，前面再说，再遇到一个超市再说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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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偏关北路。这边挺安静啊，这边我发现的地方都比较安静。卖早点呢，早饭，早点行吗？我跟你说吧，这个小区无论你住多好的小区，你小区门口出来底商如果没有卖早点的，就是早饭，你会感觉缺少很大一块东西似的。